来究竟是什么？瞎子面对大象，你自己伸手摸。我们谈的爱情应该算是哪一种？睁着大大的眼睛，其实都闭着。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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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伸出你的手，也许借你一辈子连碰都没碰过。萌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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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个人明明故意，这样叫做巧合。电灯大脑都关闭，这样我更有趣。旋转脖子站起来，做个深呼吸，呼吸原始的勇气，告诉他我爱你。嘘，不要吵啊，大笨象在睡觉啊。什么事情真是让你搞搞搞都搞不懂，睁着眼睛来来大家看，还是看不透。爱情的形状到头来究竟是什么？下次面对大象，你仔细伸手摸。我们谈的爱情应该算是哪一种？睁着大大的眼睛，其实都闭着。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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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伸出你的手，也许这里一辈子也碰到没碰。鼓起原始的勇气，好大了勇气。你要我牵你的手，我的肩膀靠着你的头，哪里有个肚皮，这里是脚趾头。爱情爱情真的有个美丽的头。萌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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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是肩膀，这里是胳肢窝，还有没有尾巴？我可没有说。